1851年1月11日，广西金田村前，一众扎着红头巾、穿着蓝布衣的人正在举行一场集会。当中为首的一人身材高大，鼻高目圆，他向众人宣布，从今天起，一个新的政权诞生了。金田村的这些人或许不会想到，仅仅两年以后，他们便会从偏远的广西农村走出，攻占富庶无比的江宁，并且在接下来的10年里，又给清王朝带来一场场耻辱性的大败。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呢？那个叫洪秀全的人又是如何走上起义这条路的呢？18世纪下半叶，大清帝国迎来了它的鼎盛期，疆域空前广阔，达到了1300万平方公里。可是，在繁荣的表象下，却也存在着隐忧，其中之一便是暴涨的人口。顺治初年，中国人口不足1亿，而到乾隆末年，人口已达3亿。1850年，这一数字更是飙升至4.3亿。人口的暴涨带来的是人均资源的迅速下降，耕地、土地、粮食都出现了短缺的情况。当时甚至远在欧洲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清朝的人口问题表达过深切的担忧。更加糟糕的是，随着1840年大清战败，五口通商，外国资本开始进入内地，对中国原有的实行了上千年的小农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老百姓的日子一天难过一天。而我们的主人公洪秀全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1814年1月1日，农历腊月初十，洪秀全出生于广东花县，这里距离南中国最为繁华的商贸中心广州只有几十公里。然而繁荣富庶的广州并没有辐射一分钱到洪秀全的家乡官禄部村。在官禄部村有一句歌谣是这么说的：官禄部，官禄部，十州送蜀玉，乌蝇咬栗饭，追到新街渡。洪秀全幼年接受了完整的儒家经典教育，16岁的时候，洪秀全第一次去广州参加秀才的考试，但是没有考上。当时洪秀全家里已经没有钱继续读书了，好在乡亲们认为洪秀全有才能，所以聘请他做村里的教书先生，洪秀全这才有钱继续考科举。1836年，洪秀全第二次去广州考试，还是没考中。回来前，他在贡院门口领了些名叫《劝世良言》的小册子，为了打入中国市场，《劝世良言》创造性的把中国的儒家孔孟之道和西方的圣经故事杂糅在了一起。这种中西结合的方式后来被洪秀全完美的继承了下去。不过在得到《劝世良言》之初，洪秀全并没有把这些小册子当回事，他大概的浏览了一遍，然后就束之高阁了。1837年，洪秀全第三次到广州参加考试，还是没有考上秀才。接连三次失利对洪秀全的身心产生了极大的摧残，回到家后洪秀全就疯了，他开始胡言乱语，脑子也产生了各种幻想。几天以后，洪秀全的疯魔症状才逐渐散去。据洪秀全自述，在这场独特的精神体验中，他看到了一个金色胡须、穿着黑袍的慈祥老者，这位老者赐给他一柄宝剑、一方印玺，要他斩妖除魔。这个时候，洪秀全忽然想起了他前一年在广州拿到的那些小册子，啊，莫非是看到了上帝？难道上帝要我洪秀全斩妖除魔，做人间的王？洪秀全越想越激动，从此以后，洪秀全性情大变，他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在这场病之前，他叫洪仁坤，小名火秀。现在他从小名中取出一个秀字，又把人和王组成全字，这便是洪秀全一名的由来。1843年，洪秀全第四次前往广州考科举，第四次落榜。此时中国的政治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国人占领了香港岛，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旧的世界秩序已经被打破。洪秀全认为成就大事的时机来了。离开广州以前，洪秀全拜访了一个正统的西方传教士罗小泉，进展顺利的话，洪秀全会成为一个清教徒，接受来自欧美的宗教知识。对此，罗小泉的两个助手感到不安，他们不希望洪秀全威胁自己的地位，所以哄骗洪秀全向罗小泉申请每个月5块钱的补助，洪秀全照办了。在接到收信以后，罗小泉认为洪秀全信仰不纯，并不是真的心向上帝，他是为了钱才来信教的，所以拒绝接纳洪秀全进入教会。虽然没有能够进入教会，但洪秀全并不气馁，因为他经过多年的打磨，已经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新的杂糅中西的教义，这便是所谓的拜上帝教。起初，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只在他的几个好朋友间流传。1844年，洪秀全携他的好友兼信徒冯云山前往广西传教，他们来到广西桂县，暂住在洪秀全的表兄家里。洪秀全和冯云山在桂县宣传了3个多月，发展了100多名拜上帝教的信徒。但是
心存造反之心的洪秀全在仔细勘察桂县周边形势以后，认为这里交通过于发达，不适合作为筹备造反的大本营。要想筹备起义，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环境要隐蔽，如果一举一动都在官府的眼皮底下，筹划起义的难度会非常巨大；第二，交通不能太便捷，否则顷刻间朝廷大军就来了；第三，地形要背山临水，这样进可攻，退可守，面对朝廷派兵围剿，依托山地的条件也可以进行运动作战。那么当时有没有符合这三样条件的地方呢？有，在桂县以北紫金山下的这块区域就刚好满足这三点条件。冯应山是第一个注意到紫金山优越条件的人。1845年，冯应山前往紫金山，在山间农地里宣传拜上帝教，他和当地的贫苦农民、刷炭工人一起工作，一起生活，获取了他们的信任后，冯应山便向这些底层的贫苦大众宣传拜上帝教。冯应山说，上帝是唯一真神，人人都是上帝所生所养，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应该同拜上帝，拜了上帝，人人有衣有食，无灾无难。阎罗和菩萨那都是妖精，帮助地主害穷人，只有上帝爱护穷人。杨秀清、萧韶贵、韦昌辉、石达开，冯应山的身边逐渐聚集起了一帮信徒，这些人日后将在太平天国的历史舞台上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面对冯应山的传教行为，一些地主嗅出了造反的气息。1847年12月，一个叫王作清的士绅把冯应山抓住，关进了监狱。洪秀全火速赶回广州，为释放冯应山而奔走。紫金山的烧炭工人们自发筹集了一笔钱，用以贿赂官府，希望他们放了冯应山。1848年4月，冯应山被释放，但作为惩罚，冯应山不得继续留在紫金山。县令找来两个衙役，把冯应山发配回广东原籍。洪秀全听闻后，便去广东找冯应山。然而，冯应山并没有回到广东，因为在路上，冯应山向那两个衙役传教，居然把这两个衙役说服了。于是，二人当即释放了冯应山，并且主动抛弃了官府的差事，跟冯应山一块回了紫金山，也成为了拜上帝教的一员。冯应山回到紫金山的时候，听说洪秀全去广东找自己了，于是他也前往广东寻找洪秀全。1848年10月，冯应山、洪秀全在官路部村重逢。1849年6、7月间，二人回到紫金山。两人不在的这段日子里，杨秀清和萧韶贵先后表演了天父上身戏码。鬼神附体，这本是中国民间的一种迷信。杨秀清把这种戏码移驾到拜上帝教的身上。天父上身的时候，哪怕是洪秀全也只有跪着听训的份儿。在太平天国早期，天父上身尚且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洪秀全和冯应山二人都不在紫金山的这段时间里，杨秀清表演天父上身稳定住了信徒们的人心。然而越到后期，天父上身就越成为杨秀清本人夺权的武器。1856年天津事变，其导火索之一也正是杨秀清的天父上身，要洪秀全给自己万岁的称号。从这点看，太平天国败亡的根基从一开始就已种下。洪秀全在1849年夏天回到紫金山区后，便立刻开始准备起义。当时的广西大地可谓风起云涌，天地会的起义此起彼伏，让清政府极为头疼。从客观上来说，天地会的起义为洪秀全提供了庇护，因为清政府忙于围剿前者，故而后者有了很大的活动空间。不过洪秀全却没有联合天地会的打算，他打心底看不上天地会那一套所谓反清复明、劫富济贫的口号。洪秀全对他的信徒宣传口号一直都是人人都是上帝所生所养，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天地会抢劫富人，大头留给首领，小头分给手下。而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则认为人间的财产都是上帝所赐，所以教徒不得私藏财产，所有拜上帝教的信徒财产必须要拿出来建立公有的圣库，作战缴获来的钱财也都纳入圣库，起义军的经费从这圣库里出，士兵们的吃穿用行日常开销也都从圣库里出。这种公有制的军事管理制度很受底层农民的拥戴。此外，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抽鸦片、赌博、嫖娼等恶习，洪秀全在他的天条里亦进行了严厉的禁止。在基督教的圣经里有摩西十诫的记载，洪秀全借了这个概念创造了拜上帝教里的十大诫条，又称天条。十大天条里有的是宗教性质，比如说只准拜唯一真神上帝，其他的任何偶像崇拜都要禁止，他们的塑像也要捣毁，这是太平天国后期到处破坏神像佛像的理论依据。有的天条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比如要孝顺父母，比如禁止通奸淫邪，比如禁止偷盗。洪秀全特别规定，
赌博、嫖娼、抽鸦片皆属触犯天条的规定。当发现有士兵触犯了天条，拜上帝教会举行审判大会，大家聚在一块儿，决定怎么处置这个犯了天条的人。在洪秀全的宣传鼓动下，所有的拜上帝教的信徒都以建立天堂为最高理想。西方的基督教宣称人死后才能升入天堂，但是洪秀全却说不，现实世界也可以有天堂。其实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洪秀全这个所谓的现实世界的天堂，其实是带有儒家大同世界的思想痕迹在里面的。与天堂相对的则是各种妖孽。洪秀全自己有一柄剑，上面注有斩妖剑三个字，这里的妖指的不是别人，正是大清帝国。清朝的官吏士兵统治阶层在太平天国这里有一个共同的称号，清妖。和西方的基督教一样，拜上帝教也有每周日礼拜的规定。不过拜上帝教的礼拜可不像西方的基督徒那样在教堂里听牧师传道，在胸口画十字那么平静。拜上帝教的信徒们的礼拜有一项仪式是齐声高呼杀尽妖魔。以上这些表明太平天国的起义军和天地会的起义军和清军都不一样，拜上帝教和正统的西方基督教也完全不一样。太平天国拜上帝教从一开始便被洪秀全赋予了极其浓厚的斗争色彩。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拜上帝教里有极其落后的一面，比如他宣传上帝是天父，耶稣是上帝的大儿子，洪秀全是二儿子，冯云山是三儿子，杨云星是圣灵。这番言论在正统的基督徒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违背了最基本的三位一体准则。洪秀全之所以会有这种认知，根源在于他意识深处的中国传统宗法制度。洪秀全利用天父、天兄、天王的这套理论为自己的权力地位做了神圣化的定义。你想，既然洪秀全是天父的二儿子，那么太平天国的统治者也必须是洪秀全的儿子。可是这样一来，太平天国和传统的封建王朝世袭皇帝制有任何区别吗？说到底，洪秀全还是无法摆脱他意识深处家天下的固有观念。从这个角度看，太平天国的起义军其革命性是不够的。随着运动的扩大，政权的性质也从为劳苦大众建立人间天堂转变为为天王洪秀全个人建立一个世袭的江山。1850年春天，洪秀全开始散布流言，说今年将有大灾难，唯有加入拜上帝教方能免祸。10月初一，拜上帝教在金泉团营与当地的地主团练发生大战。11月，清军派兵来攻，义军将其击退。12月初10，公历是1851年的1月11日，这一天正值洪秀全37岁的生日，拜上帝教在青年村正式打出太平旗号，宣布起义，洪秀全自称天王。后世通常将这一天作为今天起义的日子。不过起义军和清军的冲突其实在1850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始了。宣布起义后，太平军攻占了沿河的江口围镇，虽挫败了几次清军的进攻，但是随着清军力量的集结，太平军被迫转移，他们的目的是武宣县东面的山区，即东岭一带。清军见太平军撤离金田村，火速从广州调来大将吴兰泰。这个吴兰泰啊，擅长火器，待会儿我们就会看到他的精彩表现。1851年5月15日，太平军第二次转移，这一次他们的目的是象州以东的山区。太平军以独鳌山为依托，活动中心在中平村、新寨村、百丈村一带。这一带三面环山，清军如果从这个方向发起进攻，则起义军会面临被困死的局面。事实上清军也确实是这么做的。1851年6月8日，吴兰泰率领清军大举进攻中平村的太平军。6月9日，太平军在正面部分采取诱敌策略，挫败了清军的进攻。与此同时，西侧山上的清军更是遭遇了一场耻辱性的大败。我们刚才讲过，吴兰泰擅长火器，这次围剿太平军他带了一个炮兵营，令其驻守在西侧独鳌山的山顶。6月9日战斗开始后，西侧便炮声隆隆，太平军用自制的土炮和清军的炮兵营对轰，轰了3个小时，太平军的炮弹打光了，便朝山下撤退。撤退过程中有7个太平军被清军拦住去路，这7个太平军便朝独鳌山上的清军炮兵营冲。换作其他任何一支军队，这7个太平军就来送死的，可是在清军这里一切都不可以常理推测。清军炮兵营的这些士兵只管打炮，身边没有其他武器，所以当他们看到7个太平军朝他们逼来的时候，纷纷吓得落荒而逃。吴兰泰听闻这个消息简直不敢相信，因为炮兵营足足有1000个人之多呀，1000个人被7个人赶得到处跑，这在世界军史上恐怕也是极其罕见的一幕。这7个太平军夺取独鳌山的大炮阵地后，接应山下的太平军上山，接着对吴兰泰的营地展开了猛烈的炮击。
乌兰泰见状只得仓皇逃跑。经事后清点，德沃沙之战清军被击毙者达250多人，而在满清遗老编写的清史稿里，对此战的记载却是乌兰泰歼灭太平军1000余人。对此我只能抱有一句呵呵呵。夺山之战后，清军采取封锁策略，试图断绝太平军和外界的经济往来。与此同时，远在北京的咸丰皇帝担心广西这帮人搞不定太平军，于是派出首席军医大臣、管理户部大学士塞善阿为钦差大臣。1851年7月2日，塞善阿带着尚方宝剑来到了桂林，立刻着手围剿太平军。洪玉泉判断塞善阿到任后肯定会展开大规模的进攻，所以立刻组织起第三次转移。这次转移的目的地是一开始的发家地金田村。7月7日，太平军胜利抵达金田村。这次转移能够如此顺利，很大程度上要感谢清军胆怯畏战、消极避战、不听指挥、判断失误。比如塞善阿在得知太平军要回师金田村的信息后，给前线的指挥官下指示，让他们封锁各条交通线，但是这条命令没有得到任何有效执行。等到太平军真的跑了，前线的清军将领又开始互相推卸责任，纷纷指责对方剿贼不力、划水摸鱼。不过虽然太平军回到了金田村，可是起义军生存发展的问题仍然没得到解决。金田村一带地处紫金山区，经济力量十分弱小，不足以支撑起大军长期驻守。太平军如果想要获得更大的发展，势必要寻找一个更大的天地。更糟糕的是，由于起义军麻痹大意，致使金田村西侧紫金山的隘口先后丢失。1851年8月11日，清军占领朱仔峡；8月24日，清军攻击封门坳，形势万分危急，起义军随时有被围歼的风险。9月11日，太平军趁着夜色离开了紫金山一带，他们从四望北上，于9月25日攻占了永安。永安即今天的广西蒙山县。太平军攻占永安县的过程颇为轻松，因为永安城本身就非常小，城墙也修得很矮。9月25日，天刮起西南风，太平军在城桥的西南角点燃鞭炮，一时之间小小的永安城被漫天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淹没了。鞭炮引燃后的浓烟随着风飘进了城里，太平军趁势攀爬梯子，爬上了永安的城楼，占领了这座城市。在永安，太平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编，还颁布了历法。1852年4月，随着清军对永安州的进攻越发猛烈，太平军又一次开始了转移。而这一次他们将走出广西，来到更大的天地，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的广袤大地上激起更为激烈的声浪。1851年9月，在清军不懈的围剿下，太平军被迫离开了起义之初的大本营金田村，他们经四望北上寻找新的落脚点。清军将领向荣大喜过望，他认为太平军已是强弩之末，遂撇下同僚乌兰泰，急匆匆地带领部下尾随追击。谁知天公不作美，向荣追到关村岭的时候，天下大雨，向荣军中的火药都被打湿了，大炮成了摆设。而且由于向荣立功心切，轻装行军，后勤供应匮乏，导致士兵想搭营帐、就地驻扎都做不到。而太平军方面，萧朝贵、冯云山发现了尾随其后被淋成落汤鸡的向荣，带领3000-4000人发动突袭，抄了向荣的后路。向荣仓皇迎战，大败，丢失大量辎重。大家伙给向荣刷一波运输大队长吧。为了减轻自己轻敌冒进的责任，向荣把另一位清军将领乌兰泰拉下了水。他后来逢人便说，都是那乌兰泰见死不救，才导致我被贼人偷袭，遭此大败。但实际上乌兰泰并未见死不救，只是由于向荣跑得实在太快，乌兰泰的部队跟不上。战前向荣害怕乌兰泰抢了功劳，所以使出吃奶的劲急寻金赶路，打了败仗以后又满世界扒板，怪乌兰泰救援不力。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呢？关村岭之败视为向荣和乌兰泰这两位前线将领内斗的开端。9月25日，太平军攻占永安，为防清军围剿，太平军分出一半的兵力驻扎在永安城外各个大小村庄，其中位置最重要的一个村庄叫水豆村。在接下来的半年里，这里将成为太平军和清军反复拉锯的地方。与太平军行动迅速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清军集结缓慢。永安失守10天后，1851年10月4日，清军方才在永安城北的古牌聚集起一支7000人的队伍。南进的乌兰泰倒是积极得很，他在9月26日就已抵达文尾。9月28日，乌兰泰发动了一次小规模试探性的进攻。因为太平军和乌兰泰都是刚到永安，所以双方都很谨慎，碰了一下然后就撤了。
没有什么伤亡。然而乌兰泰在给上级的奏报里却把这场试探性的进攻吹嘘成了一场大战。乌兰泰说，我军与长毛在佛子村发生激战，击退八九百长毛，我军乘胜追至永安城下。结果这封奏报被乌兰泰的好基友姚莹无情拆穿。姚莹说，乌兰泰一直都在文尾扎营，他哪里能进抵到永安城下呢？这封奏报是假的啊！这给我们乌大统领留点面子吧，把真相说出来也太扎心了，老铁。9月30日，乌兰泰下令把大营从文尾推到佛子村。这次乌兰泰使出了拿手好戏火器，在大炮的掩护下，乌兰泰击退了太平军的进攻，顺利在佛子村驻扎下来。乌兰泰在南线稳扎稳打，向荣在干嘛呢？答，在养病。关村岭之败后，向荣产生了畏敌心理，他知道10月9号才不情不愿地令部队开拔前往永安。10月11日，向荣致信乌兰泰商议永安剿匪策略。向荣的意见是大军集合在永安城北，逼迫太平军从城南突围，然后再尾随追击，一举歼灭之。乌兰泰对这个计划表示了反对。10月16日，乌兰泰给向荣回信，请向荣到南线来给他打下手，全力围攻水斗。乌兰泰的好基友姚莹也帮着劝向荣南下帮乌兰泰打水斗，给别人打工，功劳都是别人的，这种事儿向荣当然是100个不愿意。就在向荣和乌兰泰两人相持不下的时候，10月19日，向荣部下李瑞在永安城东古苏冲被太平军趁夜劫营，军械物资丢弃一地，运输大队长复刻的属于是。这场战斗对整个局势有着非常大的影响。首先是向荣因为部下作战不利，暂时离开了永安战场；其次是这场战后，清军各级将领对永安东线产生了集体的畏惧心理，谁都不愿意去那里驻扎防守，恶化成为李瑞第二，这造成了清军在永安东线长期兵力空虚。而最后，太平军也正是从永安城的东面突围而走的。向荣告病后，前往省城桂林休养。在那里，向荣提出想见一面统帅塞尚阿，被无情拒绝，这让向荣更加郁闷。是的，你没有看错，咸丰皇帝特派的钦差大臣塞尚阿居然不在前线指挥作战，而是在后方悠哉悠哉。塞尚阿不见向荣，很大一个原因是姚莹的煽风点火。姚莹是乌兰泰一派的，对向荣自然没有好话，而塞尚阿此时很相信姚莹，故而更加讨厌向荣。10月31日，塞尚阿给咸丰皇帝上了道奏折，严厉抨击了一波向荣，并说自己已经将向荣革职代办。姚莹闻讯大喜，认为向荣继续则北路诸军必将为我所有。到那时，姚莹在北，乌兰泰在南，何愁长毛不灭？然而吊诡的事情很快就来了，向荣革职以后，他的那些部下纷纷告起病来，他们对姚莹只是蓄意委蛇罢了，面子上跟你过得去，但实际上还是个人打个人的小算盘，什么南北对攻，什么北路牵制，做做表面功夫就完了。只能说在那个年代，军队的指挥权不是一纸调令就能改变的。1851年11月，远在阳朔的塞尚阿一拍脑门，提出了一个奇思妙想，叫跟番谍战。塞尚阿认为清军占据人数上的优势，只要每天派一支军队去骚扰太平军的阵地，就能让太平军疲于应对，大大降低他们的战斗力。不知道我们这位钦差大臣是不是读《三国演义》读到汉中之战才想到的这个主意，实在是太拿意了。命令传到前线，姚莹和乌兰泰深感此方案无法实行，原因很简单，北线清军在古牌，南线清军在佛子村，距离永安城太远了，每天去城下骚扰一下，来回要10多公里，这要是跟番谍战个半个月，太平军有没有被累死不知道，清军的士兵肯定个个都成了长跑健将。但塞尚阿是领导，领导的奇思妙想再离谱，做手下的也不好当面驳斥，所以姚莹给塞尚阿回信，建议把北线清军的大营从古牌推进到龙眼塘，这样不就省去了来回奔波的麻烦吗？对此塞尚阿表示同意。然而北线的清军将领不干了，你让我一营我就一营，你以为你是谁啊？一营之事遂不了了之。11月11日，清军开始实行塞尚阿的奇思妙想，其结果正如姚莹和乌兰泰所预计的那样，打了一个月毫无用处，只是白白浪费士兵的体力罢了。1851年12月，清军在广东潮汕招募了一批乡勇抵达永安战场，清军的兵力得到了补充。塞尚阿大喜，他认为凭借乡勇不怕死的劲头，剿灭长毛就在今日啊！12月10日，又一场南北对攻开始了，双方激战一日，乡勇们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很多乡勇看到太平军就跑，毫无战斗意志。这种事儿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之前就有亲军将领奏报称项羽不敢行军，在亲军持刀驱赶下方才走了一里路，然后又停下了。忽然队伍里一人大喊长矛来了，这些项羽吓得屁滚尿流四散奔逃。由此可见，亲军招募来的这些所谓乡勇其实一点都不勇，更有甚者，有的乡勇居然和太平军做起了生意。他们的交易流程通常是这样的：太平军大摇大摆地出来抵达某处乡勇的阵地，然后对天放空枪，假装双方在交战，然后乡勇把太平军需要的物资丢出来，太平军把银子丢进去，双方各取所需，完美。最最最最最不能让亲军接受的是，有的乡勇打着打着脱离队伍跑去参加太平军了，这实在是太打达清官老爷们的脸了。永安的半年时光对太平天国有着很特殊的意义，在这里太平天国完善了各项制度，建立了权力结构。1851年12月17日，洪秀全册封诸王，杨岳青为东王，萧少贵为西王，彭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义王。本来洪秀全是不愿意册封这些人为王的，因为太平天国认为上帝最大，然后就是天王，现在封了这些人为王，以后岂不是封无可封？但杨秀清等人的权力欲望迫使洪秀全做出妥协，在东西南北翼五个王里以杨秀清为最大。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太平天国进入了一种独特的政体结构，精神世界里洪秀全是天王，是教徒们的领袖，而现实世界里杨秀清掌管具体事务，攻克武昌，占领南京，北伐西征，都是杨秀清在通盘指挥。这种政体结构隐含着分裂的危机，除非洪秀全甘心只做一个精神领袖，否则洪秀全和杨秀清的矛盾早晚会爆发。而在目前形势对太平军不利，所有人必须团结一致，齐心抗清。1851年12月21日，杨秀清破获了一起叛徒案，叛徒名叫周希能，他受了清军的诱惑，答应帮助其策反太平军内部人员，计划很完美，第一步就失败了。12月20日夜晚，周希能找到两个太平军的监军试图策反，这两个监军反手就把周希能举报了。杨秀清得知后披上天父下凡的圣衣对周希能进行审判，又以天父口吻教训太平军的士兵要忠心，不要有二心。策反不成，清军又生一计。1852年2月，姚莹和乌兰泰给太平军送了一个信匣，内藏火药，上面还有一个封条，写着洪秀全、杨秀清同差，这属实是太侮辱太平军的智商了。姚莹和乌兰泰可真是一对活宝啊。前线赛尚阿、向荣、姚莹、乌兰泰等人剿匪不利，整日勾心斗角，北京城里的咸丰皇帝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1851年12月，咸丰皇帝怒斥赛尚阿说，你剿匪剿了两个多月，怎么还在永安城外晃悠呢？你到底在干嘛？赛尚阿赶忙上奏，分析了一堆前线的难处。赛尚阿说啊，哎，长矛难觅，很大一个原因是军饷不足。皇上此前拨款600万两，现军中只剩10万两，恳请皇上再拨200万两。咸丰皇帝一心要剿灭太平军，为此不惜一切代价，所以批准了赛尚阿的请求。可是这200万两很快也不够用了。1852年2月，赛尚阿再次上奏，又请拨款200万两。咸丰皇帝二话不说，照准。要知道，这回子太平军总人数不过10000余人。为了剿灭这支由10000多农民组成的队伍，大清国竟然先后投入1000万两白银，平均算下来，永安城里的每个太平军值1000两银子，实在是令人大跌眼镜。朝廷的银子像流水一样拨下来，都用到哪儿去了呢？咸丰皇帝要赛尚阿做出解释，赛尚阿哪里知道每一笔银子的去向，知道他也不敢跟咸丰老实回答，他只能跟咸丰打哈哈，说广西现在到处都是齐军，具体哪笔银子去哪了，臣实在难以统计。对这种欺上瞒下的行为，咸丰皇帝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估计他心里想的是，哎，前线的将领如果贪了军饷，那就贪了吧，只要能消灭长毛，一切都好说。事先回到阳朔，赛尚阿挨了咸丰皇帝一顿喷，心里很不爽。他开始思考，为啥打了两个月，永安城里的太平军依然在蹦跶。一番思考以后，赛尚阿得出一个结论，一定是人的问题，姚莹、乌兰泰无能。与此同时，省城里开始出现一些吹嘘向荣的言论，赛尚阿信以为真，遂将剿灭太平军的希望又寄托在向荣的身上。他难道忘了此前向荣是怎么被贬官的吗？1851年12月19日，向荣从阳朔起身来到古牌清军大营，北向的将领看到老领导来了，高兴坏了，
只有姚云只能靠边站了。还记得之前姚云提出过让北线清军移营到龙眼堂吗？当时各将领都表示反对。现在项荣来了，他也提出要把大营往前挪，各将领立刻表示啊，对呀，老领导说的对呀，咱们是该把大营往营湾挪一挪了。12月29日，北线清军大营从古牌迁到凉亭，应该说经过两个多月的休养，重返军营的项荣表现得比之前是要好那么一点啊。是项荣打仗无能，但是他带兵还是有点手段的，但这种手段不值得提倡，毕竟军队是国家花钱养着的，怎么能成为将领的私人武装，换个人来就指挥不动了呢？一应成功后，项荣向塞申儿提议调乌兰泰来北线帮他一起围攻永安。姚莹也认清了形势，现在乌兰泰已经失宠了，所以他劝乌兰泰配合项荣作战，但是乌兰泰通通予以拒绝。塞申儿没有办法调和乌兰泰和项荣的矛盾，他找到姚莹，希望让他做个和事佬，结果姚莹站在乌兰泰一方，劝塞申儿不要掺和这两人的矛盾，永安的战事遂再次陷入停滞。太平军方面大规模的正面对抗肯定不是清军的对手，但是小规模频繁的游击骚扰太平军还是可以做到的。清军虽然人数众多，但是他们从上到下都对太平军怕得不得了。1852年1月22日，姚莹在新围听说太平军打过来了，他吓得跑出家门，躲在一个大石桥底下躲了一晚上，过了好一阵子才发现这是个乌龙。姚莹心有余悸，在床上躺了几天才缓过来。1852年2月7日，在咸丰皇帝的催逼下，钦差大臣塞申儿离开阳朔，磨磨蹭蹭地来到了荔浦。这次来，塞申儿带了1000个桂林乡勇，由于这些乡勇不愿意打仗，塞申儿便令项荣把这些人放回家。姚英得知以后大喜。2月20日，农历大年初一，姚英在给塞申儿拜年的时候告发项荣裁撤乡勇，居心叵测。塞申儿回道，是我让他裁的，你的意思是我居心叵测喽？姚英顿时无语。同日，塞申儿热情地接见了项荣，但却对乌兰泰视而不见，厚此而薄彼，塞申儿的态度展露无遗。此后一个月的时间，清军和太平军多次交战，战绩基本为零。可是城内的太平军经过半年的围困，已经到了最危难的时候，物资紧缺，弹药紧缺，士兵们吃饭都没有盐，打仗用的弹药炮弹也是用一发少一发。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和杨雄军等人开始筹划突围离开永安。4月5日，太平军开始突围，突围时天降大雨，清军对太平军要突围的计划一无所知。等到4月6日，清军才发现太平军已经从东面进入山区跑光了。塞申儿一直死守北面，生怕太平军从北面突围攻击桂林，但是他对东面一直放松警惕，而太平军恰恰就是从守备最松的东面突围而走的。清军恼羞成怒，尾随追击，杀死敌后的太平军2000多人，其中包含了许多太平军的妇女和家属。太平军突围后，咸丰皇帝大怒，塞申儿连降四级，项荣、乌兰泰革职留任。4月18日，太平军经过一番周旋，进抵省城桂林脚下。老对手项荣在前一天以戴罪之身进入桂林，开始布防。18日到23日，太平军几乎每天都对桂林发起攻击，但皆未能取胜。不比低矮易于攀爬的永安，桂林城墙高大，没那么好打。这几日太平军唯一的好消息是击伤了火器专家乌兰泰。4月19日，乌兰泰轻骑抵达桂林城下，太平军打听到消息，提前在此埋伏。乌兰泰不知有诈，只身前行，被太平军一阵枪弹招呼，在手下的死命保护下，乌兰泰方得以脱身。然身中数枪医治无效，于5月8日迎命归西。桂林久攻不下，洪秀全被迫再次转移阵地。5月16日，太平军分批撤离桂林。撤退前，太平军向多个方向而去，清军不知时机，也分兵朝各地追击。见清军兵力分散，太平军各部重新集结，朝泉州开拔。清军方面，桂林周围集结，上下官员立刻开始抢攻，质疑追击太平军，没有人关心。1852年5月24日，太平军抵达泉州。6月3日，太平军攻克泉州。清朝方面污蔑太平军攻克泉州后进行了屠杀，但经相关学者考证，此事纯属子虚乌有。从战术角度看，攻陷泉州是一个胜利，但是从战略角度看，攻陷泉州是一个败笔。6月4日，即攻克泉州仅仅一天后，太平军便撤离了泉州。为什么太平军攻克泉州一天后就撤了呢？一般认为这与冯云山在泉州城下重炮有关。
即太平军本来没有攻击泉州的意图，他们当时的目的是攻占湖南省城长沙，只是因为冯云山在泉州城下重炮牺牲，所以全军临时改变计划攻打泉州，为冯云山报仇。而在太平军攻打泉州的这十几天里，清军已经在湘江组织起防御攻势，他们截断了湘江航运，太平军的船只无法顺流而下。6月5日太平军进抵蓑衣渡口，发现此处江面已经被清军截断。6月7日洪秀全改变计划，焚毁已收集到的船只，放弃水陆行军，改走陆路，迂回至长沙城下。这次太平军走出了广西，进入湖南，开始了新的天地。蓑衣渡口的战斗本身并不算大，只是后来在曾国藩等人的大肆吹捧下，方才被渲染成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战。军方面的主帅江忠源亦被吹捧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军事奇才。对太平天国来说，最大的损失实乃冯云山的牺牲，因为他是拜上帝教的实际创立者，拜上帝教最初的一批信徒都是冯云山带出来的。杨秀清虽然有节制诸王的权利，但在冯云山前，杨秀清亦不敢过分无礼，故冯云山的牺牲严重影响到了太平天国诸王间的权力平衡，为日后的天津事变、内部火并种下了一颗不安的种子。